迄、那个现在三十交通部建议条文，建议108/2/26协商结果再哦再修正，你有修正，你有修正了啊、哦。来，好，那我们就开始啊、哦。你有修正的重点在哪里？交通部要不要说明一下？哎，好，我提一下好吧。那好，来怎么样？刚才我那一条有关于严重处罚的问题哈，我要讲一个观念的，是讲刑法法就是规定讲，你这个责任明确，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义务性，再加个判嘛，那就没有规定他的义务性，是有民事义务准备个判嘛，所以对于这个将来可能在有没有判好一个事件下来发现问题。是我们在说明栏里面把它写一下，写清楚一下。好，这样可能我们说明栏写清楚。好，说明栏可以啊。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想三十五条之一的？35条刚才我们通过了。你这嘛就是讲同车共乘，要不要在说明栏来那个过场？你我是你是义务了嘛？啊，那花一张，请说，你想看看啊。好来，就。同车共责在现在的这一个阶段，那用比较高的标准，采取比较轻的处罚，那想先运作一段时间，在最后的结论上，这样子比较缓和的妥协处理，为了要促进整个的和谐，我们是可以同意。那不过可能要请我们的交通部以及我们警政署啊的部门哦，就这件事情在观念上面的宣导可能要多费一点心思哦，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酒驾零容忍的整个政策方向上面哦，那大家在这个社会的共同连带上彼此负有一个相互协力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啊跟义务，那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在宣导上面要请交通部还有警政署这边呢、啊、要多费一些心。好，我们针对这个议题就这样子哈、哦、这个我没有问题，这个我想这个主要是一个观念提醒嘛，但进某告公到这个程度嘛，爱宣传爱宣导宣导那都没有问题。旧法的完备性上面是不是怕医药让稳当？我们规定义务里面发外事先想，我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说明人要把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好，那个柯总召的一个提示啊、哦，也请相关部门啊、哦、啊，该写入说明栏，把它叙述更清楚，好、哦，是不是有必要啊、哦？也请司法院跟法务部这边跟交通部这边来讨论一下啊。好，来，我们进入35条之一哈，这是新增的条文了啊。那么这个条文本来有一个协商结论，那啊交通部又做一个建议条文，要不要说明一下跟协商228/226的那个有什么不同来？好啊、谢谢。首先是有关于特殊识别车牌这个部分啊。我们是建议不予增订哈，那我想跟世界潮流或者是有一些标签化，这个侵犯人权的啊、可能的疑虑了哈。但是在酒精所方面，交通部是参酌哈，就是酒精所就是做一个附带决议。那刚才已经讲了嘿。酒精所是现在我们要入法，嘿，要入法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我们好来来，怎么样？我们根据就是说，就是第67条第5项规定的那一些啊、就是酒驾的对象哈，在重新考领驾照啊的时候哈，他依规定就是要。配置这个哦，所谓酒精所等哈、哦，那有两个重点哈、哦，一个就是它的适用对象是在酒驾累犯、拒绝酒测的累犯，以及呢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这几种样态。那因为这种情况之下会吊销他驾照一定的期间，好、哦，所以我们就是说针对这个对象，
他在重新考领驾照的时候，就必须要装酒精锁，好，那么不然的话就是违规会处，好，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款，好，并当场啊就是一致保留该汽车。那么因为大家所担心的会不会有人代催，好，这部分我们也规定有罚款，啊，那至于呢最后就是授权哦。因为这现在这个在国际发展上呢还没有很一致的标准，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时间啊能够就规格功能啊，它配备的车种啊配备要多久的期间以及相关的管理事项能够交由交通部会内政部来定之，啊，就是有一个时间啊，有一个日出的条款的概念啊，谢谢。好，来请各党团表示意见，来黄委员。所以那个按照我先讲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说特殊车牌的部分，其实因为是当初招委那个郑宝清委员他的提案嘛，那几次协商下来其实大家也都蛮尊重招委的意见，那现在交通部决定不采，是如果郑委员没有坚持的话我也不会代表他发表什么太强烈的建议了。那不过第二点哈，就酒精锁的部分啊哈，你们在那个法条的规范上哈，是不是可以请以那个部长哈，或者是协助的同仁帮忙部长看一下哈？你们那个法条的构成文字是说，汽车驾驶人经依第67条第5项规定考领驾驶执照后。那这个67条第5项指的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67条第5项嘛？好，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67条的第5项，它写的是说前4项不得考领驾驶执照规定，于汽车驾驶人系无照驾驶者亦适用之。那你在援引法条的时候，直接。援引到67条第5项的状态，可是67条第5项的状态，它写的是，它的规范目的是告诉你说，啊，不能考领职业驾照的规定是无照驾驶的时候亦适用。那这个法条上面到底是怎么含涉的，啊？这个我有一点看不懂，是不是可以请交通部说明一下？我补充一下，就第67条第5项，我们也配合做修改了，所以你请哦，所以在后面 ，OK OK。啊，我们的报告是39页，第34页，这个大本的这一本，不是，这是他大本39页最大本的第三十。现在他又讲到67条第5项，他的配合修改是在后面的，三十几页，三十九页，配合修改。配合修改的重，那个，请问那个部长哦，配合修改的重点是在哪里呢？39页来说明一下。39页，你说明一下吧，帮我们不太了解到底你的配合修法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汽车驾驶人曾依第35条规定吊销驾驶执照，未依规定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申请考领驾驶执照。那么前项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之实施对象。教育或治疗实施机构方式费用收取，完成酒驾防治教育及酒瘾治疗之认定标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会商卫福部再定制，就是主要是根据它的适用对象哈，在这里明定。不这样，院长，我请示一下啊。好，来，那意思是说。要装酒精锁的人，要到你这个先决条件这么严谨，到之后几乎就什么人都不用装，很少人要装了，是不是？还是我听不懂？到嘿，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刚刚修的，来请那个黄委员，我跟沈委员说明一下哈，就是说现在按照我们交通部今天提出来条文哈，它交织起来的规范体系哈，是说第一次酒驾的时候我们就吊照1到2年，然后有加重的2到4年，所以第一次酒驾被抓到，你等于是一定的期间你就不能够开车。好，那
那过了这个期间以后，他现在要求的是，你过了这个期间，不是可以再考驾照吗？你要考以前，你一定要经过酒瘾戒治的治疗，酒瘾戒治的治疗通过了以后，你才能去考照。那现在酒精所的是，它再多一层保险，所谓多一层保险，就是说，你酒瘾治疗完了以后，我允许你去考照，但是你考上了以后，对不起，你开的车子要装酒精锁，所以倒也不会像您所讲的说没有适用的余地。其实它适用的余地，我老实讲还蛮大的。所谓蛮大，就是说第一次酒驾被抓到就掉照了，掉完你要再考，那你就要去酒瘾治疗。酒瘾治疗完，你通过了，也考上驾照了，我也不是这样就让你上路了。你要再开车，那个开车就要装酒精锁。他现在整个规范起来是这个样子。他是整套的啦，意思说是整套，只是他更周严了。其实意思是一样，那我赞成交通部这样的周严性的。但是交通部要一步一步来啊，对啊。对。等一下，来，请各位。第一个是，你要继续讲哦。是没车牌哈。这车牌是当初郑宝清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一朝向不敢签这个这个有多硬化嘛，二次伤害的问题。我想这个郑宝清委员已经表示很清楚，他可以放弃，所以我在这里代表他讲。接下去来谈酒精锁，酒精锁当然我包括沈志仁委员，包括我们的美琴委员都我看昨天在询答说，我很少看到我们肖委员这么生气，而且讲得义正言辞那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初的一个资讯，要我们要把资讯先整合一下。在我印象手机什么时候要装酒精锁是一回事的，好，没有关系，这个都可以。包括交通部说现在提的就是说，实施安装办法，安装实施办法由交通定制吧。那这个是一个没有到底定制定好有没有日式条款时间性的问题还怎么样，我不知道这接下来讨论。另外一体又用在以那个认知上面说，他好像酒精锁要15万到20万的问题，还有是不是能够 design in 汽车是否能够装那很多世界各国的法律怎么样那最主要就是这酒精锁这么贵，那么这个装的问题可行性怎么样，是留下这个在想现在小美，我昨天听夏美讲说。基本上每天都可以，那个是酒精锁还是一个锁，还是那个酒精酒测然后这个问题是很普遍化的一个设备，那当然安装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那至于什么时候日出是下一个问题嘛？应该把这个先厘清了，因为我本来疑义一直在这里。好，来，请肖委员，刚才。黄国昌委员讲的这个步骤程序，就是是不是是我们要的对，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步骤，等于是纳入重新考照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样的方向我可以接受当然我知道有其他委员提出全面加装，在昨天委员会讨论是比较不赞成因为有些不喝酒的你要他去装，其实也不是很公平，除非全世界包含欧洲日本制造商已经开始加装，这个才会涉及到我们这个后端使用者的问题。那现阶段应该是要缩小打击范围，就是针对会喝酒的累犯去加装那我为什么那么强烈的要求说这样的政策应该要来推动是因为在欧美国家实行到现在，各种数据都显示，包含各种研究报告都显示，是很有效的防治了酒驾的再犯率各种报告从40%到70%到90%这种欧美的报告都有。那既然是有效的工具，那我们为什么不用？这就是我坚持的一个原则。那至于在执行上可能会碰到几项争议我也在这边做说明。第一个部分呢，价格的事情，我是不知道这15万、20万数据是哪里来。可是我去查各国的这个酒精锁的价格为什么美国现在是这样？安装费大概是平均$100上下，安装一个酒精锁和那个锁装在强制装在你车上，那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大概3000块台币。因为它有后面每一个月要付一个远端监测费，不是说装了就没事就是说还有一个管理费，远端监测还要去有执法人员要去追踪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本人在用那
它这个安装期限会因它酒驾的程度，好，包含它是不是多次的累犯，还是一次性累犯，它酒精浓度的高低。像以加州为例，它要求要这个安装期间是6个月，那每一个月再加平均$100的一个后续的管理费。丁义工，你装一次，你还要再付6个月的这个维护管理跟远端监视费用，所以它加起来呢，就不只是3000块，它可能是1万多、2万多台币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之前所听到交通部这资讯的15万。那在欧美国，像澳洲为例，澳洲他们也是估，他们平均加装6个月，强制加装6个月的费用，连锁的费用大概是1600块澳币。那他们有一点像租用的概念，也就是说，我这部车装了，法院给你强制要加装，那你装6个月，你时间满了，你可以拿掉这个机器，可以再去回收用在其他的酒驾的这个罪犯上，所以不是这个酒驾人他一次性要去买断这个设备，因为还有后续的监控跟维护。那他们在执行上是用这样的一个执行方式，所以费用会依时间的长短哈来有一个不同的处置。那我们也认为说，应该是驾驶人，也就是违规者或犯罪者要去承担这个费用。那欧美国家还有第二种酒精锁，就是自主性的、自愿性的。我们现在三重客运他们有装，他们是为了加强这个乘客安全，他们所有的司机都要先吹这个酒精锁才能使用。那欧美国家也因为青少年喝酒开车的问题很严重，很多的家长他知道家里有成员可能会有喝酒开车的问题，自愿性的、自主性去买来装。那这种自主性的，因为它没有法院要监测管理的问题，好，所以没有后续每个月的这管理费，它是一次性的。我昨天提供的资讯是这个$799，好，$799大概是2万多台币这样的费用。那这个是酒精锁，如果只是吹气的，才要几百块的屋啊，好，不用到$799。那这个是在国际的行情，当然我们要从进口要达到一定的量。使用安装等等会衍生什么样的费用，这个我可以接受，就是说我们还要一点时间去做配套跟相关的这个前置作业。那如果要把落日的时程定在这个法里面也可以，因为我们本来法就有一些这个修法后，例如说要6个月或1年内实施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让交通部、法务部、警政署等单位去共同研商一定的这个准备期，这样子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要重申，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强烈主张，因为在欧美国家这是有用的，好，这是有用的。那没有什么道理说他们可以执行，我们就没有办法执行。好，主席，那好来，我是先提供一个讯息哦，以便讨论哈。因为刚刚在提到要装酒精锁的对象哈，是酒驾的累犯，好，拒绝酒测，好，或者拒绝酒测的累犯，还有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那因为刚刚黄国昌委员有讲到，其实我们在第一次酒驾，我们是吊扣他的这个驾照，所以还没有吊销。比如一个时间他不能够开车嘛，哈，可是累犯就要吊销。好，或刚刚讲，因为致人于重伤或死亡，那所有这些吊销，他就要重新再考。对，这个时候就启动刚刚的酒瘾的要去防治，好，然后他装酒精锁。对，所以以这样子来讲，我们认为就是比较限缩，是累犯或比较情节比较重一点。好，但是吊扣他在时间到了哈，他驾照还是可以用，但吊销他是要重考。所以这个作为适用的对象。另外就是刚刚有个资讯，我后来有去查，就是说所谓台湾的客运公司啊，其实他们现在那是记者报道有点出入啦，还是主要是酒测器，还不是完整的酒精锁。因为酒精锁会连接到他那个驾驶的开关或者是引擎，好，那整个监控系统啊也一并都要有，这个是比较复杂。那这个价钱当然我想在欧美也许有一些比较低一点，但我们同仁去估价，当然按照现在有在进口的业者，
啊，确实是比较贵。但是我想这个如果需求出来了啊，以及在欧盟的规格也要定了啊，以后新出厂的车或在美国哈、加拿大的情况，那这个已经蛮普遍。可是刚刚黄国昌委员又提到，其实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财阀是比我们，其他有个过渡阶段，就是你酒驾之后呢，你基于生活，因为他们荒冰天雪地啊，那个美国加拿大都非常大，你没有车几乎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因此给他一个哈、就是过渡的期间，就是好还是让你上路，可是就是要强制你装酒精锁，但是他还没有把他完全取消他的这个驾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冲期间，那台湾是直接就，如果累犯就把你吊销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严格的。这个部长讲的啊、已经非常清楚啊、所以啊、如果说针对这个修正大家不反对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接受交通部的修正动议？那部长请教一下、这边。反正不管他经过什么程序，他开始要加装这个酒精锁啊，哈，那他也没有年限。我们之前35条处理的时候，那个再犯其实是算5年，5年后的我重新起算。那这边如果你没有写年限的话，意思是不是在这个人终身所有的交通工具，汽机车也没有分开嘛，都要装这个设备？啊，是讲你五年来无换，啊，就是几年还没有？这个不是这样，不，刚才。那是一个那个修法里面配置车种配置怎么样来，部长？就你重新考到之后要多久哈、配置的期间跟它的管理办法，我们就是授权由执法。对啊，就是讲授权，大家可以表达意见。我想这个也确定就对了，不要变成终身，没有有一个期间。对了，我现在就问清楚。对了，我现在问他们就说哈，你这边后面写的那个最后那一项说车辆点火自动锁定哈装置之规格功能应配置车辆，所谓应配置车辆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懂什么叫应配置车辆。那配置期间是不是就所谓的5年或几年的期限？对。不是，我那个院长，我现在这两点就是要请他们厘清的地方，就跟他们类似的，就是说他应装置的规格和功能哈，这个是要内政部跟交通部定制，我们有意见哈，那本来要一个规格。那应配置车辆这个字我显然不太懂，是哪些车辆？是汽车，应配置车种啊。那汽车就没问题哈。那配置期间是不是讲说，是不是应该是5年或几年，还是你什么？是不是你们要规范这个？是不是？那如果这样我就没有意见了，就是说。这个要由交通部、内政部会同定制，这是同意的。好，那这个荧光车牌这个已经撤案了哦，同车共者刚才已经过了，那酒精锁就依照这个修正动议我们来通过。好，交通部是终身要酒精锁还是有段时间没？不，他还是有个期间啊。期间那里？期间你这个用办法可以写吗？刚才问的嘛，就是备置时间嘛。你就是要在民法里面写吧？用办法可以写吗？保护想看看，配置期间是多少？这根本无法加清楚，还是你办法来？对啊，你这样呢？办法改一改去。因为我们是要参酌欧美各国的经验。好，来，请陈伟。那个院长，这个是交通部跟内政部他们会同在订立的时候，他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提供意见。那院长各位同仁哦，有关那个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清党这边他是针对累犯者，就是加装这个酒精锁的部分嘛，哈。那现在就是我们有没有讨论到说，如果他去破坏酒精锁的时候，然后不悬挂特别特殊牌照的时候，要怎么处理？特殊牌照已经撤案了。哦，撤案。那如果说酒精锁他蓄意去破坏，怎么办？比如说，说这个部分呢？这是不依规定啊，他第一项就有写了，前面就有写了35条之1，前面就是由黄国昌委员报告进去了，罚多少，还是应该怎么处理？这边就是6000到12000。你有定在前面39条1项，就是他没有依规定驾驶或配酒精锁，或者带人家去解码，或带吹，
带吹、啊、这些就是，但如果蓄意破坏了，是不是就涵盖在这个里面？啊、对啊，所以我想说跟他理清清楚啊，所以也涵盖里面，导致他不能使用，所以就是含就是里面的涵盖在里面的破坏就是不依规定的啦。嗯，那个我请问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罚款是6000到12000哈，那如果其实如果酒精所，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是799美金，是2000-2万多，他觉得说啊，我装这个的成本比我被罚的成本还要高，那我为什么要装？我们的罚款会不会太低？他会比例原则，哎，比例原则还是可以连续处罚，还是？但他后面有写并一致保管啊，等于是说你保管之后就跟你强制加装，那你要去负担那个费用，还是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确保这个执行上？来，请部长说明一下。这应该两个阶段了，一个是你要去重新考照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配备嘛，不然也不会过。啊，所以就说，你先前可能党团协商的时候已经，这个钱是党团当时可能实力那边有建议6000到10000，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讨论嘛。不是啊，这个部长，你那个你刚刚讲说，如果是一定要就是在考照的时候就要配备，在这个在前面条文的什么地方就明定，如果明确定义，他就没办法赖了，是不是在哪里有？有了，好，35条之一前段就有写了嘛，是不是？不依规定的，不依规定的，是不是？有了，这个他们都有讨论，昨天讨论了好几个小时，大概都有想得很彻底。来，国昌委。因为他这个哈、哦、是按照行为数来加以处罚，所以当他开车是没有配置酒精锁的车，那这个时候他就是按照财罚的基准，6000到12000，抓到一次算一次，抓到一次算一次。所以如果要进行，对，当然，是不是？如果是按照肖委员刚刚的计算的话，哈，那他要在他的成本效益。被捕获几率的计算上面是，他要算到我只会被抓到一次，他才有可能采取那样子的脱法上面、啊、的行为。那当然，就整个在执行的时效性而言，哦、在整个的执行的时效性而言，交通部现在建议6000到12000的，那各位委员认为是不是还有再进一步提升的必要？能够强化那个诱因，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好，来，那我想还有一个请教，等一下校委再审问。我先询问一下部长，我这样的解读对不对？就是说考照的时候你就要去申报，例如说我接下来要再重新恢复开车，我有三部车，意思就是说我这三部车我都得装，好，我名下的车子我都要装，好。你会开的，就是说只要我会开的，例如说这三部车是我的，我可能会开到这三部车，那我这三部车我都需要装。那今天我如果不是开这三部车，我想要去开别的车，我不准开别的车。我如果开别的车，我如果开没有装酒精锁的车，我就要去付这个6000到12000。反正他一开车就要有酒精锁，不管自己的车或别人的车。我的解读就是说，我如果预估我加两部车，我可能都会开到，那我就应该在这两部车上面都去装。对，好，那我今天如果真的侥幸我去开别的没有装锁的车，我被抓到，我就是罚那个6000到12000。好，来，申委员，我跟那个萧美琴委员的意思差不多哈，可是这样会衍生一个问题哦，就是他可能。开的是自己车，也有可能开的不是自己车，所以在考照他的车子验过了，没有问题，考照可以给他考过了。可以有个问题哦，他下次他开的时候不开那部车，他开别的人的车，有可能他就要罚款了。那个是不是在行照上可以看出来这个行？如果警察临检啊，路边临检，我们常看警察路边临检，看他这个驾照，哎，这个驾照是不是要有特殊设计在考的？然后是酒驾的，是不是要有特殊的驾照上面要注明？这样的话，再看他的车有没有装酒精锁，马上就 bingo， 就罚款，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哎，也不是，就是说查的时候了哈，是不是查他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特殊？不是，这个应该是监理所就会注记给警察了嘛，所以当他拦下来的时候就有了。他重新考到拿到那张照就会注明，他是。被吊销重新考的、这个，所以他开任何车都要，他开任何车都要。申委，对，申委，哎，他是不是开任何车都要有？
他哦不必在驾照上特别注记，他只要一被拦到，现在都电脑连线，他一上监理手他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不必在这个驾设备特别注记，因为现在警察把你拦下来，他一定上监理站看你有没有违规记录，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这个不会，那个是对驾照的，对不对？对啊，他刚才讲驾照要注记，对，是没有错，这个不会有问题。跟人啊，嘿，业随身呐、啊，应该讲他没有被抓到啦，好，只要他被拦下来，绝对跑不掉。除非他没有被拦下来。院长哈，这里有个是萧美琴委员的这个演绎下来的，我们立法讲及周延，就这个人，反正他已经在驻记里面，警察拦到他是酒驾再犯，然后又考了第二次行照，他不管任何车，只要他开上车，是不是就没有酒精所就该开罚，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要抓到他啊！对啊，就抓到他，就是临时命，对，路检嘛，哈，没有问题。那他说，哎，我在哪一部车有装了，所以这部车不是、我没有。不行。所以就我们立法上说清楚，将来在警察在执法上也要宣导清楚，否则警察他只要一拦下来，发现你有问题，他就会上。监理站就知道你要有酒精手的车，你才能够开。对啦，那、你不能够开，你开的车没有酒精手，你就要被罚款。对，这个在立法上说清楚，不然话这以为说这不会有问题，就那部车装满以后就没事了。那个沈委员，他第一项他讲的是驾驶或使用那个配备嘛。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啊。好，那三十五条之一，我们就照交通部的。修正意见通过，好不好？好、因为都已经齐备了啦，哈、好，来下一条，三十五条之二。院长，你在宣读上可不可以讲说，哈、就是，省执委委员等这个提案，就是并入交通部里面，我们就是并案修正通过，这样我的名字也可以在里面嘛，好不好？哎，院长，这个所有在场的党团的成员的名字啊、发言的记录，我们都进入公报记录，列入公报记录，好不好 ？OK， 好，来。三十五条之二，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三十五条之二在第几页？来。35页。35页有没有什么交通部建议修正条文？来，请国昌委员。35条之2，就是你当初在提案修正的时候啊，发现哈、在我们目前针对于酒驾防治哈、所编织起来的规范体系里面，我们非常重视一个层面啊，就是处罚。好，那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在我们过去处理的情况是说，对于被害者，因为那个人不管怎么处罚，对被害者只有情感上面的帮助，没有实质上面的帮助。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说好，因为酒驾上路这件事情而造成伤亡的话，必须要有惩罚性的赔偿金。那这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几乎是在美国各州，你如果是酒驾肇事造成伤害损害的时候，几乎都有的立法力，那因此我们把它引进来了。那这个惩罚性赔偿金，其实在第二次跟第四次的协商的时候，基本上大家也都有共识，所以都通过了。好，那今天呢，交通部他们所提出来的修正电议条文是，他把范围限缩在汽车运输业，那他或许把范围限缩在汽车运输业，是希望能够配合我国现行的其他惩罚性赔偿金，主要处罚的对象啊是企业主，这样子的一个规范的架构跟内容，我大概先预测啦，交通部去提出这样子的修正条文的时候，它的内容的想法是这个样子。那我先讲我自己本身的价值立场啊，我在最后讲最后的结论哈。我自己本身的价值立场是说，这一种
具有恶性的侵权行为，去赋予惩罚性的赔偿金，去强化对于加害者他的赔偿也好、补偿也好、保护也好、事后损害的填补也好，这个是我国向来的法治非常欠缺的一环。而这个惩罚性赔偿金啊的概念，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去区分所谓的英美法系跟欧陆法系，因为我们目前在非常多的民事特别法里面，惩罚性赔偿金的概念已经实质的被引进进来了。所以取向于对被害者强化对他的保护以及他所遭受到的损害的事后填补而言，我还是会认为说我们当初所提出来的案子是比较好的，能够直接的扣合那个立法上面啊的原意，就是说今天加害者不管是谁，当你有这样子一个具有恶性的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在立法政策上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不断的去强调说对于加害人他在行政方面的罚锾也好，或者是未来刑事责任上的处罚也好，我们必须也要侧重对于被害人他的赔偿跟事后的机制。那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当初在提案的时候我的想法，以及我认为在立法政策上面应该要采取的价值。好，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很现实的事情啊，是说如果交通部你们是不是绝对坚持一定要限制在汽车运输业，因为如果你们坚持啦，我可以讲个比较白一点，就是啊，反正下去表决我就一定输嘛，那是不是要再多花这个程序而已？还是说交通部就这个法条你们也没那么坚持，能够沿袭着本来立法上面的本质，然后去采取本来两次在党团协商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有共识的设计？好，大家请柯委员，然后再请。我还回到这个问题啦，不要一直讲说党团协商都有共识，因为没有共识所以没有签嘛。今天我们要谈很清楚，惩罚性赔偿 这是一个特别法的规定，这民事丁头，那这个英美法系和我们的法系是不一样。美国是英美上很多惩罚性赔偿，但美国到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快要到滥用快要到事件程度了。啊，什么叫惩罚性赔偿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国家立法例也有很多，等一下我讲一下哈。等于说，你为了商业目的，你为了探及造成人的损失，懂吗？要来把真金加一罚，该那天就要该罚三倍。这个是一个民事的特别规定，这个观念呢、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来，惩罚性赔偿，它既然赔偿，就是有一点罚则的味道，就要走到刑事上面去，就披着民事的外衣，有准刑事的行为了。OK， 这是法理上我们第一个要确定的问题。第二确定说，这种惩罚性赔偿，现在我们国家立法例里面哪些用惩罚性赔偿？哎，懂得起义务的探及，我桥段换过不是有探及啊？这个观念上我们要厘清。所以交通部为什么会走到说公共运输业？你讲是公共运输业是赚钱的嘛？我们一般桥都摆塞车，你就那个不是。所以我们的立法例上面来讲的话，哈，我跟各位交换一下意见。分为三个项目，那么目前我们有的分为三个类型：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或者是证券交易法嘛，公平交易法，哦，证券投顾法，哦，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内线交易、炒作股票等等有三倍，然后那个是又有探钱，所以改去罚了个当嘞，有贺主的那种性质。第二个制裁权，制裁权上面有我们现在目前有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营业秘密都有，这种情况有探钱哈。第三个一个比较大的法益，叫消费者保护的，啊，那消费者保护法上面也有，我们包括治安也有。所以这个东西从因为有探及造成别人损失，当然从金钱上可以有罚重一点，这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看法。所以今天不是说交通部坚持或是黄国昌委员坚持大家会怎样，我们今天不谈表决的事情，我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不是说我们要表决一定输，我们要黄国昌委员，我希望你说你认同这样的，让我们跟我最后一次了。
就是讲，这个，只要我们把它导入到说这个，那些交通运输业啊，你客运公司越探级，所以造成的伤害有损害赔偿，这是我和法师妹的一贯的思维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要谈什么要表决不表决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和阿公我要给你，啊，这个是有一种批的，啊，这个民事外遇有刑法的未接的问题了嘛，所以应该在大家慎重考虑清楚。好，来政委。对于这个损害性赔偿的问题哦，那过去刚柯总召有讲到说，台湾的法律是在商业行为上面，然后对于个人损害跟他盈利行为的不对等的状况之下，给予公司惩罚性赔偿。那如果以前在一样在道交条例里面有惩罚性赔偿的概念，那时候过去是把这个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拿到另外一个基金去，酒驾防治基金里面去处理。那现在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里面是把它赔给那个当事人，然后受害人，那因为他的损害有可能不一定是财务嘛，个人的受伤啦、致死啦，那个本来就是法院去判决多少钱。那照着时代力量的版本，如果你不去区分他的那个发生的行为别的，所以说就我讲弄丢啊，我都爱去处理的时阵哈，在法我判断啦、啊，我那在法院的裁量里面，我如果看到后面有损害性赔偿三倍，我本来想要判给这个受害人一千万，我说不定法院本来就直接判你一千万。如果条文没有修正的话，就刑满。如果修正成这样的话，变成说，那我就把那个本来那个伤害那算250，另外三倍750，加起来还是一千万。就法院有没有可能变成我这样去裁决的时候，回到后来他两个不管修不修法，他判的赔偿都一样。那所以现在交通部的这个修正版本来说，就回过过来就变成说，你有特殊权利义务的交通运输业里面，我是业者自律，我的驾驶人本来。因为你平常譬如说那个客运的驾驶啦，货运的驾驶，本来你公司就应该有自律，你不自律，我这个惩罚性的赔偿我让你公司出。对法院的判决来说，他就不会担心说这个司机赔不赔得起，公司连带负责任。然后对于受害者受损失的人来说，我得到的是一然后甚至四倍的赔偿，这样对应该是我认为这个也符合本来我们台湾在其他法律上，你有营业行为本来就有特殊的规范，本来就有特殊的自律，而且把你营业的行为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再惩罚下来赔给当事人。我是觉得交通部这样的一个修正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认知啦。好，那不然的话会变成说弄底对肇事者他怎么判还是那么多，那法院如果认为说他惩罚性赔偿再赔下去他也赔不起的话，他自动往下掉，会不会造成这个状况？我们反而对当事人来说反而拿不到，还我认为还是盈利事业，然后交通运输业把他公司的责任拉下来，然后也是对于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交通运输业很多自主管理的部分不足的部分，让他们知道说修正这条对他们有约束力。是不是请司法院表示一下意见，然后各部会表现，就是说现在只有要判这个，只要是规定在交通运输业者哈，当然将来怎么判啊？好，来，请秘书长来。是，就这个立法的体系来看呢、啊。交通部的这个建议条文呢、啊，把这个惩罚性的赔偿呢，限缩在汽车运输业者哈、哦，跟我们目前的其他法律的立法体系比较接近啊，比较接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这交通部这个草案，它是汽车运输业所属驾驶人，这样的一个用语呢，或许还要再精确一点啊，譬如说。货运司机哈，货运司机在下班以后，啊，开着自己的车，啊，酒驾，啊，到底这个公司要不要赔等等啊？这是，这个范围要把它界定下来哈。在司法院的立场，如果说我们要采取这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啊，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民法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指挥监督关系的，所以我们比较建议说。文字或许可以参考看看，改成汽车运输业之受雇人因执行职务，跟执行职务有关，那公司来赔啊，这样法理上比较一致。那么后面的损害赔偿，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建议说，时效的话，原来的条文是知道有赔偿义务的原令开始2年哦，那么参考民法197条，我们建议改成。知道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2年了哈，那这个以上报告就是说，在体力上呢，我们认为，
由这个运输业者来负担这种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理论上比较跟其他的一样，实务上呢比较容易做得到啊，比较容易做得到啊。以上，谢谢。好，来那个周委员，再来黄委员。好，谢谢院长。我想那个时代力量党团提这个版本有他们立法的一个考量，我们尊重。那现在交通部提出来这个修正，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政策了哈，就是说我们去就现行法的部分去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我们考量在你原来这个被告他在这个一般的侵权行为的时候，可能法院的量处会考量他的这个财务状况、家庭的状况去做一个裁量的标准。那如果说我们在这边调高到一到三倍的话，作为一个惩罚性，因为他酒驾我们要惩罚他的话，就是将来法院在裁量的时候会不会也限缩到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会自我限缩他在裁处这个损害赔偿的时候的一个考量。那另外当然就是总召刚刚提到，就是说通常惩罚性的赔偿在台湾的目前制度是在盈利的，是在一些企业上面的一个加重，所以呢交通部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我揣测了，就是说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考量，所以他是去加重这个业者的责任。那我们现在这个加重业者的责任，我要再跟司法院再请教确认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排除掉民法188条这个雇主的连带赔偿责任，然后雇主也没有188条第一项跟但书的这个我纵使有加以监督，我还是要负这个惩罚性的损赔。就是说他就没有负那个连带责任了，那我纵使有加以监督的话，我还是要负这个惩罚性的损害赔偿，请那个司法院再跟我们说清楚一下。好，这个黄委你要等说明，我还是好，那先说明来。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按照将来有这个惩罚性损害赔偿啊，由汽车运输业者来负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他应该在解释论上不排除依照民法188条啊，雇主啊对于受雇人执行职务的损害赔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说当事人呢，被害人呢是依照民法188条来请求雇主要负这个连带责任的时候，那么当然要适用188条，雇主可以用选任监督没有过失啊来免责啊，就所谓中间责任。那么这样两相比较下，如果我们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交通部的条文呢，或许我们还要增加雇主免责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假设运输业者啊，他对于这个酒驾的防治已经非常的努力了啊，再三叮咛再三检查，结果司机呢还是违规，那么就雇主来讲就未必要给他负这样的责任哈。所以我简单的回应是这样的。好，来请黄委。理论上的事情还是要谈清楚啊。我想惩罚性赔偿金它在本质上面它所要处理规范上面的法理，是不是真的仅限于所谓营业或盈利性的行为，文献非常的多啊，简单的翻阅一下答案就有了，一点都不复杂。现在也不是要来这边去上侵权行为法，所以我也不要再讲太多了，大概任何有兴趣的人自己把文献翻一翻了就知道了那第二个部分啊，是说刚刚担心说如果有惩罚性赔偿金，是不是法院反而会在调整实际赔偿的时候啊判得太低。我们目前在我国的侵权行为法里面两个领域啊，一个是实际的赔偿，所谓实际的赔偿就是你实际的损害到底有多少，但是在诉讼上面所谓实际的赔偿还会牵涉到举证的问题，所以任何有被人家侵权过的人其实都知道，你在诉讼上面所能够拿到实际的赔偿根本跟你在现实生活上所发生的实际的损害是只有比较少的。多少这件事情不是大家漫天喊价，也不是法官怎么想，多
多少这件事情，我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你能够拿到多少收据出来了，在诉讼上面证明这个损害发生，那其他的部分通通都没有。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所谓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精神上的慰抚金。你如果说哦，是以精神上面的慰抚金来看的话，其实不用去考虑到这里的条文。以我国实际上面的所谓伤害人的身体也好、名誉也好、生命也好，我国法院所判的所谓精神上慰抚金的数额，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讲啊，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低到根本不像话，低到根本不像话。之前过去，中研院做的实证研究已经很清楚地呈现出来，台湾的所谓赔偿金，事实上讲的一句真的比较难听一点，台湾的人命也好，受伤的钱也好，在我们的法院判的保守的心态下面，数额都非常非常的低。那个是一个有完整系统的研究做出来的结果，大家以后有兴趣都可以去参酌。我再说一次哈，提出当初这个条文是说，为什么要他付盆查性的赔偿金，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具有恶性的侵权行为，而我们必须要顾虑到对于被害人，对于被害人应该要强化对他的保障以及赔偿。着眼的观点全部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我们会着眼在行为人的责任上。当你建立了行为人的责任的时候，这个行为人就是开酒驾去撞伤人的人，当你建立了行为人的责任的时候，当他负这个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那接下来雇用人他本来就依照民法188条的规定，他要负连带损害赔偿的责任嘛，那雇用人他可以免责的，也就依照188条但书的责任来排除掉嘛。好，那刚刚各位回到就是说，你们对于交通部所拟出来的条文，是因为交通部他自己本身法条的设计，他脱译了所谓行为人责任的概念，也就是这个人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你要他的雇主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会牵涉到有关于在法条设计上面如何跟民法188条接轨的问题。哦，那我还是要讲啦，哦，讲得很现实的事情是，对我来讲，重点从来就不是说啊，在那边争论谁的法学理论比较高超，谁讲谁对谁的，重点不是这个啦。我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强化对于被害人的保护，强化对于被害人的赔偿。你真的现在去问那些被害人，他们实际的损害跟我们现在法院判赔偿的金额真的是有成比例哦，真的是有成比例哦，根本就不成比例。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讲说啊，他没有钱也没有用啊，啊他反正他也没有钱。在有一些个案是这个样子啊，在我们现在的财产法领域里面，不管是契约责任、侵权行为责任，没钱的人就是没钱啊。那但是呢，对于有资历，真的就有钱。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酒驾真的致人死伤的，都是高涉金分子啊，甚至开很好的车子啊，结果被害人看到的是什么啊？你开那种车子把我撞成这样，你最后才赔那么一点钱，公平正义到底在哪里啊？我就是要调整这一件事嘛。但是我还是最后来讲啦，就是说啊，虽然说啊，不要考虑到什么表决不表决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讲啦，小党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这种事嘛，没我下去我表格都是输啊，我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实上面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好，今天如果要我选择的是在制度设计上，我当然对于我当初提出来的条文我有信心，我愿意帮那个条文辩护，但是如果这个完全不可得，最后有可能是零的话，今天交通部提出来的修正最起码在一个比较窄的脉络里面，提供给被害人能够比较多赔偿的可能性跟空间，我会免予同意。啊，这个啊，我想在这个地方谈的是一个理，不是一个利的。那些公投利，也不是说谁表决赢输的问题，没有在理的上面表决赢也没有用啊。
好，这个是我们要先谈这个东西。所谓文献很多，当然就是一面法系的东西嘛。本国立法例上面所有赔偿就用在一个民事的特别规定嘛，它是一个好，是一个贺主作用，是填补性的嘛。那所以说都是以盈利为目的嘛，你不能讲拿一面法系来硬要移植在这里。所以考虑到这个，所以考虑到说我也是这里面有过失还是故意等等的问题，所以才考虑到那对盈利是营业有关的，当然是应受业者嘛。那一般的人这是泛指35条啊，泛指35条，任何一个行为都要承担性赔偿。所以这个我刚才也讲了，承担性赔偿是还是有补充，但是呢，他既然有承担性赔偿的话，就是有刑罚的意味，也就是民事撇民事的万一有刑罚的意味嘛。那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那讲台湾的话，啊，卖讲美国像文献又搞。台湾从目前为止，所有承担性赔偿全部用在就这个观念，因为碳基当然，所以最后前法、增加法等等嘛，那消保法当然也有啊，就是这样的观念。那这个酒驾是一个过失，它不是一个为了盈利为目的。我希望把这个先厘清了，啊，的公开化。好，来请吴委员。好，这一条我觉得是这样子，你要不然就是不要有这个惩罚性赔偿，要有的话就是依照时代力量这个党团的版本出来，就比较单纯啊。不管你肇事的人是单纯的驾驶人，还是属于客运业的驾驶人啊，他的适用的都很顺利了。现在依照交通部的，就是肇事的是运输业的这个驾驶人，但是你罚又直接要罚那个运输业者，好，就会有民法188条的那些奇怪的这种运用上的困难，好，所以我觉得以站在保护被害人的角度来讲，哈，我们现在要遏止酒驾，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开这个，好，以被害人的角度来讲，你违反35条，造成我的损害，啊，你就应该付出代价，而且应该要付出比这次为什么要修法？罚款也修增加，罚款也增加，刑责也增加，啊，为什么民事赔偿不能增加？啊，那我被撞的人，为什么还要知道？要因为撞我的人刚好是不是被人家雇，还是他自己开，而我所能得到的赔偿是不一样，啊，所以我是觉得以单纯来讲，啊，我是赞成时代力量这个版本，就是不要再去区分那个什么营业的这个受雇人啊，或者是单纯的一个驾驶人。好，院长，我讲完了，我要下去主持那个党团大会，好，不好意思。这样子啦，哈，民进党这边，这个国民党坚不坚持，就是时代力量的版本，如果没有过，就是不要了。这个坚不坚持？因为刚才黄委员也觉得，如果说他勉为接受交通部的修正案呢，啊，因为他怎么说？因为他说的嘛。把，啊，对，他有说他。好。那那个院长，来，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点可以再折中的啦。好，就是，说惩罚性赔偿这件事情，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我觉得是应该要顾及，啊，那至于说是，时代力量所版本的汽车驾驶人，还是说，交通部的汽车运输业所属驾驶人，我觉得这两者都应该啊，那两回事哦。啊，因为，对啊，这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这两个是祸嘛。这两个是不同的主体哦。好，但主要，所以他可能都发生嘛，所以他应该是都可以被列为被求偿的对象。啊，这两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有些他是个人的驾驶，有些他是这个运输业所属的驾驶嘛，他是可能都会发生的。好。来，周远，你讲都有可能。
这个损害赔偿就如同刚刚黄委员讲的，它有非财产性有财产性嘛，哈，那财产性大家都看单据，非财产性的是精神损害损害，那这个法官当然会横酌，只是目前实务上当然还是比较轻了，哈。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在车祸的损赔，大家在考量，因为过失责任有可能不是单纯在一方，也有可能是不是单纯酒驾，他有酒驾行为没有错，但他是不是因为其他的过失行为造成这个损害的结果，还是要看他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他酒驾他就是完全的百分百了，这个案都有个案的不同的情况。那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我要再跟司法院确认是说，如果交通部这个版确认，那他是不是排除还是不排除这个雇主来跟驾驶人求偿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有没有排除？是，如果是惩罚性的话，是雇主的责任嘛，不能求偿，所以他是不能回来跟这个驾驶人求偿嘛，那他也不能去主张说，纵使我加以注意，相当的注意，纵使我有监督，那还是要负我这个运输业者的责任嘛。没有，这个是立法政策可以决定的，啊，就是说，到底要课这个雇主有多大的责任啊？那么这个后段，这个他能不能免除，这个立法政策可以决定。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在当然这个最终还是尊重我们大院的决定啊，我们只是提供法理来参考。譬如说，开车撞了人把人家撞伤，跟把一个人从家里拖出来打伤，好，这样子。那把人家拖出来打伤是一般的伤害的犯罪嘛，他没有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但是开车呢把人家撞伤呢，他要加三倍的，这个在法律的权衡上，到底，所以过去我们理解没有错，法务部在讨论民法有关于这个汽车肇事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曾经也有讨论过要不要再加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不过后来好像，在民法里面呢，经过讨论是没有采取的，因为它整个损害赔偿要平衡，把人家拖出来打伤赔的少，开车撞到赔的多，这个有一些，平衡的问题啦，也一并请各位参考这样子。包部讲一下好了。我想那个黄委员他担心的就是这一个，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就像周委员讲的一样啊，那个赔偿啊，尤其是非财产性的赔偿，就是不符合我们一般国民的感情啊。但是这个是这个法官在量处的一个问题，不是立法政策的问题。那因为惩罚性的赔偿，顾名思义，它就是要喝阻，要惩罚。那么跟一般民法的单纯的赔偿啊，这个最主要它是在填补损害跟恢复原状啊，这个是两回事。所以这一件啊，我是建议就是说，基本上应该是不要有比较好。但是因为这里面现在已经我们有加了这个运输业者哈，这个是比较符合哈我们目前的体力，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啊大概都是在一些。像一些交易秩序的维护啊，一些要对一些赚钱的一些企业主啊，那么在一些公平交易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些这个健康食品管理法这些领域里面，才有这些惩罚性的一个规定。所以今天如果说能够先走进一步啊，对这些运输业者的课，这个运输业者的惩罚性啊，这个也是给被害人多了一条求偿的路啊，就是先有，那再求周延再好，否则依照以目前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啊，事实上这个是跟一般的损害赔偿是不太符合，是这样。好，来，黄委员讲完，我们就来处理了哈。要看哈，在任何侵权行为当中，要去考虑到过失的比例、情状，这个是本来的规则就这样，根本就不用讲。在法条的设计，大家会去看说，我们去区分故意重大过失跟过失两种不同的状况以外，上面写的都是得，就法院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现实上面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以及在什么程度范围内做这些事情，就还是要回到法院在个案里面，他针对个案具体的裁量啊。那从来也没有剥夺法院裁量的空间啊。法院认为不恰当、不适合啊，就不要啊。但是如果在我们一些案子里面，法院认为从斟酌他的主观要件、斟酌被害人伤害的情况、斟酌加害人他行为的恶性等等，认为适当，法院就可以这样做啊。我必须要强调一次啊，这个条文从头到尾就没有去剥夺法院在个案按照不同个案情状去裁量的空间，要不然条文不会写成得啊，要不然条文就会写成因啊。那第二个部分，我还是在强调哈，就是说我今天坐在这边，就不是在来这边讲说啊，谁讲的到底是、不是啊？从35条条文，我想我坐在这边一路上面的发言都是这个样子。我直接收敛一个具体的建议哈。35条之2，在法条的文字上面哈，是不是就如同刚刚司法院的建议一样哈？说汽车运输业之受雇人执行、哦、应执行职务、嗯、然后有下面这样的情况、哦、对，那最后呢，在第一项的但书加上、哦、但有民法188条，188条还有没有分项啊？陈州188有分项吗？有嘛、哦、那如果有188条第一项但书所列之情事不在此限，那我想这样子的折冲应该可以把大家刚刚所提出所有的高见都容纳进来了。对，再看一看交通部觉得 OK 不 OK， 这样好不好？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对了。好、哦、啊，不然业者他已经散尽所有的责任。好、哦、而且刚才秘书长也特别提到，我下班如果你没有说在执行职务，我下班哦、开我自己的车、哦、那个林部长刚才有一个折中，就是司法院的一个修正文字跟黄委呢应该可以接受了、哦、比较周延啦。周延、院长不好意思，我大概对刚刚的结论没意见，那就是第二项的文字、哦、我们是建议可以参考，因为它这个条例是也是参考民法197条嘛。那第二项的文字它我们是建议说应该是自请求权人之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实起，而不是得受赔偿之原因，应该是原用民法197条第一项的这个的规定，会比较符合实际的状况。好，司法院是不是可以哈？我刚才已经有说明，刚才你也对你有说明这一点啊。好，那这个就做这样修正哦。好，可以。好，赶快把修正文字拿出来。文字写一下，好不好？好，第一项，嘿，好。来，下节再念嘛。下好呗。下好了。下好了，赶快念一遍来。印来看卖好不？写好了没有？法务部司法院跟那个是啊，你刚才的建议，赶快跟他写，跟他。抱歉，但我文章不要你写好，我印来看嘛。那好，没关系，这等一下给大家看啊、哦。那再来是会给大家看啊、哦。再来是37条啊、哦，37条是大家都建议依协商结果通过了。那个条文啦、啊。就是什么管束流氓裁定因交务感性者不得办理，这是大法官事件的条文啊、哦。这个好、哦、来，这个就依协商结论，依你们来，黄委37条，营业小客车驾驶人之消极资格，这个我倒没有太强烈的意见啊，我只是要请教一下法务部啊。就是当然也不是在这次修正的，可是什么时候用这个条文故意杀人，杀人在概念上就是故意啊，什么时候用故意杀人这个词啊？这个我们在法学院上刑法的时候，刑法老师第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千万不要讲故意杀人了、啊、
出去这样讲会被人家笑，因为杀人就是当然就是故意啊。啊，我们当初法条是怎么写的？怎么会出现故意杀人这四个？杀是过失致人于死，对啦对啦对啦，我知道，所以我就说跟这一次修正没有关系。我只是刚赫然看到故意杀人这四个字，我看到非常的惊讶。嘿，来，这个要不要说一下？这是大官是479以后修正的嘛？大官479那结婚要修了嘛？应该是吧？好，怎么样？工作权的问题嘛？不啦，这嘛，这个依照，哎嘞，国昌，你们刚2月26号这一条不是这样修正吗？不是，你们呢？来，好，我要说你看清楚了，这个大官479以后要水龙要修的文字嘛？因为有人来说明一下，在严格菠萝司法院还是要工作权嘛？法务部，把那麦克风。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第37条第三项规定，哈，就计程车驾驶人啊，在职业其中犯窃盗等罪，哈，经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以后吊扣执照，啊，不问，哎，到底要哪？要哪？不问，你多少工作？故意第37条。第37条在35页啊。刚才黄委员是在质疑，怎么会有故意杀人啊？37条。对啦。所以这个就是依照协商结论通过就好，我们就不必再讨论了啦。好，好了啊，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没啊，都已经建议公益协商结论处理啊。那个是就是那个他那个故意杀人那个故意两个字是这个是拿掉就好了。好，故意重伤，因为故意杀人就是故意的，重伤就是故意，没有对啊，没有所谓故意。刑法只处好那处罚故意犯嘛。所以你的意思是故意两个字拿掉，杀人就是杀人啊，故意重啊，那重伤呢？不一样。所以故意都要拿掉，那刑法本来就这样嘛，就是刑法是故意犯才有处罚嘛，改成杀人然后重伤，好，故意两个字拿掉，杀人也包括杀人未遂预备杀人都包括，还是要放刑法271条。哦，这么愈想愈垮，愈想愈垮，这几条了，嗯，这个讲完了，这个根本的最后几条不要再过6条呢，有些法官有事实解释出来。好，来，来，赶快。啊，那个。好，来，请黄委。那我建议，如果要调整，因为我这个真的不是这次修正的建议，是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立法的时候把故意杀人四个字并列啊，我是建议如果啦，大家觉得这次稍微把它调整一下，改正过去的错误的话，我是建议杀人前面那个故意两个字删掉就好，啊，重伤前面两个故意还是留着啦，因为我们还是有过失致重伤之可能性啦，嘿，只要是汽车，给法务部跟交通部参考，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坚持，因为这个条文是大法官749释宪释出来叫我们要改的嘛，所以我们这个因为很清楚啊，为什么他会把因为这关于公共权的问题嘛，包括预备杀人呐，他的意思，但是这样会造成错解了，因为杀人我们一向没有在杀人前面加故意啦，那么重伤之前这个也没有在加故意的，因为如果是讲杀人的话，就是比明确就不包括其他的预备杀人都不包括在内，杀人就是杀人，不是故意啦，对对，杀人就是卡车，他有故意要去撞人嘛？因为他有过失杀人，过失致死，所以说这个杀人就是一个故意啊。啊，不然的话说暂时不要动，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类型，杀人跟重伤有很多类型，因为那里面杀人里面还包括杀人未遂、预备杀人，
所谓暂时不要动是什么意思？暂时不要动，这条不要修，就是维持故意杀人、故意重伤嘛。好了，好，以后再想更多年再来修啊。就这样嘛，好。好，那那个第37条啊、哦，就是啊、一协商结论啊、通过了啊、哦，好不好？好，就是故意杀人、故意重伤还是维持的哈、哦。好，来，那我们45条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意见？应该是没有异议吧？是好像什么？45条，大家都啊、支持一审查会的审查结果通过了。那林部长有没有问题？没，因为他们也没有问题支持啊，他们也支持啊，支持哎。那67条就是刚才配合35及37条的修正了啊、哦，所以啊、哦、是67条是配合刚才的修正，没问题，好、哦。那第73条。昨天委员会也有共识通过修正条文，我们大家看73条第几页？第几？73页。43。哦，43页。好，来43页。慢车的卡加呀，要。对，慢车。所以。啊，这边是有审查会是有做建议哦，依照啊昨天的审查结果再修正，啊意见通过，这个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啊，没有。老板要整理嘛，哦。好，那没有意见，我们第73条就这样通过啊、哦。那85之2来，85之2啊。审查会也是建议啊、哦，依照昨天的再修正通过啊、哦。那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行政部门啊，没有。行政部门的文字和审查会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啊、哦。没有，他有再修正。有再修正吗？有。85之2有。昨天啊，所以昨天在修正过了，你们昨天就在修正现在审查会的结论了。我知道审查会有结论有修正。啊、所以就依昨天审查会就是25号审查会的结论通过了，行政部门没有意见呐，没有意见。好，那第87条没有修，就是配合37条修正的了。好，这个没有问题。那现在回头，下次你们确定要做？你们要调整好哦。那个，我们请啊、委员会这边配合交通部把那个项次哦，把它调整好。哎、欸，那个85条，抱歉哈、哦，第之二，我们是有再加80几条，85之2哈、哦，哎，八十最后啊，135条的规定。被进行一致保管之车辆属租赁车业者之车辆，得由车辆所有人检具租赁契约书违规驾驶人姓名、住址，并拒绝后拒取回被一致保管车辆。这大家应该比较好来。内容是一样，本来因为陈茂波调整嘛的部位，它是针对酒驾，我们把它更范围包括所有，哎，就是。我们现在把它限缩在酒驾，对啊，因为35条，刚刚限缩在35条嘛。是，那个把它，因为现在在道交条例里面有各式各样被一致保管的元素跟可能性嘛。是，那只针对35条一致车辆的情况开放，让那个出租业者领回，其他的部分没有做这样处理，他的考虑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好，来，请说明。好，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原来处罚条例里面就是说它的一致保管的吼，它会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违规停车哦，或者是那个什么它的号牌有问题，那号牌有问题是属于所有人的，是他这个租赁车自己就要负责的，那所以就是说属于租赁车本身自己的责任他应该要负的。那当初那个陈侯波委员只是担心说这个租赁车是被人家拿去酒驾
啊，所以就那个租赁业者还要去那个，就是他还要可能被要缴完罚款才能领回，所以就是说在这一个他当初的修法的那个说明栏就是针对是酒驾的，所以我们把那个针对酒驾的一致保管把特别写在文那个条文里面。那个保管费谁出啊？目前如果说租赁领回的话，肇事者啊，对，领回要不要缴回？那还是要缴，对，所以按照你们现在的条文，就是还是要缴就对了嘛，还是要缴，钱要缴清，车才拿得回去嘛。只有保管费，没有罚款，不用。OK， 好，腿机棒囊就丢了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就依交通部建议的条文通过了啊。好，35条条文，这样85之2。啊，现在我们回来35之2，35之2啊，我来宣读有修正的部分啊。35条之2，汽车运输业所属之职业驾驶人应执行职务，然后下面就就指数驾驶汽车有违反第35条第一项、第四项之情形，致他人受有损害而应负赔偿责任者，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请求，依侵害情节酌定损害额3倍以下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啊，这个再下来啊，然后最后一项啊是前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致请求权人之有赔偿及损害义务人时起2年间不行使而消灭，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后面后面是致赔偿原因发生之日起逾5年者一同，是不是啊？是这样子吗？司法院这样子吗？没有错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修正通过啊。就依照这样35之2就依这样通过哦。好，那我们回来处理附带决议啊。附带决议大家看一下啊，你有吗？那我这张给你，好，来看一下，来那个委员会念一下来。附带决议为了回应社会大众对于酒驾零容忍的要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中对酒驾测试浓度低于每公升0.25毫克以下者，虽未构成刑责，为是否仍得修法裁处拘留，以有效遏阻酒驾之发生，请交通部会同相关机关在3个月内向本院提出相关修法建议。宣读完毕。那讲一下了，市长。好，这个当初35条省自卫委所提出是后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嘛，那你这里3个月，那我们知道刚才内政部也讲社会法要重新修嘛，这个3个月时间够不够？这联动性的问题啊，先看一下这个啊，一名准备修陈后伟。就外另外是内政委员会另外有一个迄个提案，内政委员会也请我们要做研议啦。那内政委员会没有说要到修法的这个研，就请我们做研商，提出一个策略出来。事实好，这里这个扁条这个。杜老师最好几条说明栏，你要不要改一下？因为这个附带决议只是提出那个修法建议而已，对，修法建议，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个有没有问题？能做那个部分的那个附带决议有没有义务的问题？说明栏要不要改？还是今天处理？推翻法院。说明栏要写进去了，写在说明栏啊，就是说把这个乘客哈。乘客有这样的义务，不能够去做那个有酒气的这些的，这个义务先在说明栏写，那是当然的，对。说不过只说明栏就
对，证明那个时候写一下吧，好不好？算一下，会更清楚了，会更清楚。好，那这个附带决议就没问题吧？没问题。好，来，那我今天协商结论稍微宣读一下了啊。第一，各党团同意将108年3月25日星期一本院交通委员会并案审查完竣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案纳入本次院会讨论事项第一案并案处理啊。第二，因为要处理昨天我们的一个宣告要并案啊。第二，第35条增订第35条之一，增订第35条之二，第37条、第67条、第85条之二整等条文，均照协商内容通过，如后附；其余条文均照审查会意见通过。三，附带决议一项，如后附，就是这个了啊，就是省委的。第四，本案定于108年3月26日星期二进行处理。等一下就处理了啊，先宣读前开并案处理之审查报告，进行讨论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好，来，你们大家要几个人上台，稍微啊，就是推票代表。杰德是吧？各代表要多少人？你一个人。那时代力量、亲民党一个人啊，国民党呢？你们要多少人？这个有结论东西嘛？这是有结论，你们要多少？你们两人啊，你那个民进党也两人啊，2211啦，好不好？买公买了，这种结论啊，这2211啦，2211啦，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大家都公开透明，不讲都没有关系的。这种协商两个啦，两个好了，我结得好了。好，你不啦，咱两个好，你那边一个嘛，你的代志啦，安尼啦哦。好，好，一到零啊，迄个，推，那这样就21，啊，21，就是122啦，啊，一，时代一个了，哎，国民党两个，亲民两个，哎呀，放弃就放弃了啊，好，来，你那个，那跟你相共，相共。我们让我们的议事人员稍微整理一下了，好不好？好，我现在要给大家签名，因为这个没有意见，只是宣读而已。我们3点开始的，可以解除动议，好不好？哦，3点开始啊，3点开始发言呢？3点开始，看3点，好，因为我们给我们40分钟整理一下哈。第二张。那可以解除动员吗？好，解除动员啊！好，来，好来，各位，来。我看你刚讲没有？你拿过去，你去拿。准备备。云信同体复印定。东西删掉，删掉。